大家好，我是小斗。昨天晚上下了一晚上的雨，今天这天气还不错，不过看起来有点阴影。刚退下潮，咱们下去走。看老大爷又开始锄地了，挖蛤蜊的，挖了个大的。哎，没货啊，看起来像有货。这啥？这是？哎呦，还挺漂亮。比媳妇漂亮。抬走，这边还有一个，有点秃顶了。上面这是长了些小彩虹苗，这是。看到没？嘿嘿。哎呀，哇了个去！好大一个猫眼螺，看，哎，做了做了做了，嘿嘿嘿，真过瘾！哎呦呦，哎呦，活的！这现在开始有这个小竹节虫了，看，放了。抓住了，小河豚儿，哎，这寻思是个啥呀？哎呦，生个气看看，这个东西一生气肚子就变大啊！哎，哎，今天脾气怪好是吧？这都是有剧毒的，但是这个可是一道美味啊！不生气了，太小了，太小了，不要了。又来了，有点小，这个不要了。到前面那个石头堆里面看看有没有东西。看，在这里。哎呦，好大一只河豚！哎呦，哎呦，活的！听说你生气肚子就变大，生个气看看。哎呀妈呀，好大一个河豚呀！看，哎，不是生气吗？哎，哎，变大了，变大了，看。这个东西可是美味啊，虽然说它有剧毒啊，非常好吃这个东西。哎呦，呼，变大了变大了，看看，直接带回家给他做了啊。这个东西特别好吃，我之前吃过啊，特别特别好吃，虽然说有剧毒吧，得会清理啊。好大一只啊，一瞧还是一只，哈哈，看，回去了啊，收获还行啊，主要的有一只大河豚。那个喜欢小斗视频的在下方关注我一下，感谢了，拜拜。